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12月3号的慈济新闻深度报道，我是李玲玉。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感受到气温骤降呢？的确在台湾地区啊，今年入冬以来第一波最强烈的冷气团已经报到了，让大家感受到这样气候变迁变化剧烈的这个威力哦。而不只是在台湾啊，最近在国际间这种极端气候的影响仍然频频可见。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南加州，南加州每年十月开始啊，会刮起这个圣安娜飓风。今年的飓风啊，特别的强啊，最高的这个瞬间的时速风速可以来到每小时160公里，连这个百年的大树啊，都能够被连根拔起，而且啊，路面也遭受毁坏。那接着呢，有许多的这个住户啊以及店家都停电了，也造成了山林的火灾哦，有一些灾情也都传出了。而且不只是美国南加州这样子的焚风，我们接着往南看墨西哥现在正面临了70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了，全国有70%的面积啊饱受这个缺水之苦，整个水库的储水量也只剩下30%，所以整个民生啊以及农业灌溉用水啊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也间接冲击了这个粮食的价格的安全啊也遭受了波及。那讲到这个粮价、啊、其实从去年的这个俄罗斯的磷火啊，包括今年不只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南美洲，包括非洲以及这个亚洲啊，也都遭逢了一些干旱以及水患，间接的都冲击了整个国际粮食的价格与安全。讲到东南亚的水患呢、啊，我们就要再继续持续关心的就是泰国了。泰国啊，从七月份开始啊，陆陆续续到年底，这个四个多月以来啊，这个世纪的水患啊都不曾间断。现在的水哦、啊，虽然已经渐渐退去了，但是大家仍然呢、啊、投入这个恢复家园的工作。然而这样恢复家园的工作当中啊，还是可以看得到慈济人蓝天白云的身影啊。其中啊，有许多的慈济人不顾自己家里受灾，还是赶到灾区来帮忙哦。接下来我们就要透过一则影带来看看，现在在灾区的慈济人依然付出的身影。明师兄师姐好了吗？帮不了羊，帮不了羊。在货车旁边张罗着准备出发，他是郭桂珍。这一趟要到位在曼谷西北方的暖武里收容中心关怀，一出发就是超过一个钟头的车程，在卡车上烈日晒得让人发烫。郭桂珍利用时间随手拿起纸笔，他要策划到了收容中心该怎样带动。我们12:00是要吃饭的时候，之前是11:30都会做祈祷。上人的弟子，我也是想说，那我就赶快上来曼谷跟他们一起做慈济这样子。我是以同理心的想法说，既然我受灾，我想我的心也很苦，所以我就想我自己在苦的之中，我也想到我现在已经没有苦了，我要赶快上来这样子。从脸上温暖的笑容很难看得出来，其实郭桂珍位在泰国南部的木材工厂四月份的大雨也被淹了，工厂很惨。但是郭桂珍一发现十月份中部地区的情况，他决定用同理心北上支援，即使一度病倒，他还是继续坚持。我们家儿子跟我讲，妈妈你今天去看医生啊，你不要出去。我说我心里在想，慈济山没人了、啊，我就想说我没出去，他更没有人帮忙。我是以这种心态，其实现在也是很累，但是我是以一个毅力来坚持的我自己这样子。啊，你那边无啊？上完海的，另外从麻醉啊南多啊南海，人家那一排那多就没，啊来尿啊来喏。细心呵护生病的收容者，虔诚带领参与的民众祈祷，即使自己有病苦，但是在这一刻用同理心，要让连家都不见的受灾居民感受到温暖。大水漫泰国，慈济志工的身影还有这一位。在出入都还只能搭小艇的曼谷西方，穿着救生衣雨鞋，慈济志工红灯熊带着干净的水生活包送来关怀。谢谢。可以到的地方都尽量的抵达，即使得搭小艇涉水，慈济志工不喊苦不说累。而红灯熊本身位在曼谷北方的冰棒工厂，一楼还全泡在污水中，水还没有退，先来关心一些我们需要关心的这些乡亲，然后等到水退了，我相信我们的回报他们也会感受到，大家互相合作
然后来把这个水退后的清理的这些的工作呢，把它做好这样子。见苦知福，在自己能帮助别人的时刻不退缩，转换心境，把担忧惆怅化为助人的动力。慈济志工穿梭在灾区的这些身影背后都有他们的故事，但是共同的地方是那一抹给人安慰的笑容、坚定的意志以及温暖的抚慰。往往在灾难的现场啊，只要看得到蓝天白云，慈济人的身影就能够给人一股安定稳定的力量。而慈济志工不管自己家里是不是有受灾啊，总是不顾己身得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，总是到了第一线付出我们能够做的事情。刚才透过影片我们看到了泰国志工付出的身影，真是非常令人的感动。然而在台湾啊，也是我们泰国慈济人最大的后援。最近啊，因为泰国的水患，许多泰国的药厂啊也纷纷无法营业，于是有许多慢性疾病，譬如说洗肾的患者，洗肾患者的这个洗肾液啊，就面临了即将缺乏的这个问题啊。所以台湾的这个慈济人就动员了起来，我们台北慈院的全体上下，就为了募集这个洗肾液啊，大约11000瓶啊的这个作业，于是最近就非常的忙碌哦。台湾展开爱的接力啊，我们台北慈院跟这个厂商啊合作，就是想办法赶快的把这个洗肾液在12月初送达泰国，让当地的洗肾病患能够有这样洗肾液可以使用。而且不只是个洗肾液，我们还研发了，最近研发了有这个救难船以及这个净水器。因为泰国啊弥漫在这个洪水当中，却无干净的饮用水可用，于是啊我们慈济就与工研院合作来研发这个可以在水上行舟，而且这个船上啊还可以载着一款这样的净水器，把这个脏水啊进来之后，透过这样的净水器的转换呢，就可以变成可以饮用、可以烧煮东西的这个热开水。所以透过这样子的研发啊，来希望能够早日帮助泰国的灾民度过他们今天的困境。然而上人也在开示当中提到了，面对现在啊世纪这样子四大不调、气候变迁的这个灾难啊，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戒慎虔诚，因为不管是干旱还是水患，在在都警惕着我们。而身处在台湾的我们如此的平安，也更应该怀着一份的感恩以及戒慎。接下来我们就恭敬聆听上人开示。天天都看到天下国际间啊，多少多少的灾难都是呢四大不调和啊，那有的时候听到的都是干旱呐、一干旱呢就会粮食啊是欠收哦，那穷困的人家呢那就是更穷，所以啊四大不调啊，大家都要求，求了天降雨，开始啊，哦，这边落雨啊啦，大家人都很期待下雨，可是，一下的不可收拾，变成了大水灾，就如巴基斯坦。巴基斯坦也是在2月间，应该要说从年底哈，2010年的年底啦，就开始在下雨，下雨一下不可收拾，一直到1月底2月初，哇水啊，1-2个月的时间都无退哦，那一直呢，安尼扩大哈，扩大水灾的灾难，因为天气的灾难啊，这叫做气候灾民，无家可归啦，一直呢在迁徙，那水一直在追，他们呢一直在搬。看的真的实在是很不忍心啊，
更近的国家在泰国啊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水灾已经是将近四个月哦，从南部开始，一直呢到北部去，从北部呢迄、那个水库啦已经很饱和啦，所有的水库呢真的都很饱和，非常的危急哦，迄是百万亿立方的水吼，在山顶呢，安尼水库呢，真的很高级。迄那无设防吼，迄那破落到底，真正是吼未堪忍啦。但是呢，大雨搁滴滴落啊，嘛未用个设防啊，所以北方的水呢，安尼一滴一滴淹嘛，大城府。是过去泰国的古修道，古代的修道，在那个大乘府，相信咱台湾嘛，未少大兄底下，我每一次呢，看到了我们台湾的哈各位，我就感觉到我们人人要很满足啦，我们人人要很感恩啦，我们的社会呢祥和啦，啊，我们的这样的生活呢很富有啊，所以我在一直在呼唤的，咱那人人会当食八分饱吼，欠落来迄两分呐，都会当去帮助因。何况我们常常看到了厨余，拢是食四分之一啊，都要甲弹掉去啊，真正是足偷济吼。但是呢，在那里呢，多少人呐、啊、没得吃啊？因为他们没得吃呢，所以变成了饥荒难民吼。刚刚讲的迄、那个巴基斯坦是贫穷。还有天灾的难民，那索马尼亚呢是饥荒难民、哦、不只是饥荒，社会未祥和，就是有土地嘛无法度好经营啊，事业无法度做，工业无法度呢生产，所以呢整个国家呢就是那样穷，所以我们看到了别人的国家。我们要好好的自我警惕，我们人应该人与人之间很祥和，人心的调和啦，才能四大调和。人心调和才能四大调和，的确今年在台湾啊，我们之所以推动这样子法譬如水入金帐，踏忏悔涤心垢，去习气，成灾戒，就是希望引导人人能够净化自己的身心。而上人最近在岁末祝福行脚当中啊，往往来到了每一个地区，都可以听到因为入金帐而有这样子大忏悔的小故事。来到了高雄场次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林明济师兄的故事。林明济师兄啊，其实早年是这个屠户，以这个宰杀猪只为生啊，直到啊他接触了慈济，才有机会会转迷为悟，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在这个生意场所上面啊，染上了很多不好的恶习，而且脾气啊非常的暴躁，不管是这个抽烟啊、喝酒啊、赌博啊、嚼槟榔，可说是样样都会啊，更甚至啊还会偷取老婆的存折跟金子去变卖，于是啊妻子跟妻子之间的关系啊也就失和了。直到有一次，他遇到了慈济的委员，慈济委员邀请他加入。我慈济的会员每个月缴100元的功德款啊，林明济师兄啊，本来以为啊，护持慈济都要付出很高的金额，但是他听到慈济师姐说每个月100块就可以做好事，他非常的欢喜，于是就加入了慈济会员的行列，也因此跟慈济人有了互动。那师姐呢，就跟他分享了一些因缘果报的理念，也劝他啊，赶快转行，不要再跟这个众生结恶缘，从事这样宰杀的工作。于是林明济师兄就说啊。除非没有人买啊，我才不卖。没想到一讲了之后，果然就没有人买了。于是啊，就大大的改变林明济师兄的下半辈子。上人在开示当中啊，也提到林明济师兄的转变。接下来，我们就透过这则报道，一起来了解林明济师兄转迷为悟的故事。
我从四岁开始抬猪，较早抬猪的时候，客人啊讲我吼，无对我，我就大声细只叮当个三字经都一错啊一叫哈，较差。他在一家店菜市啊时，在一个啊做生意人，讲我啥，我大都我都得先落去，为伊讨个食去啊。较早有影做不成影，啊较早爱国的吼，咱讲跋筊有诶无一直跋啦吼，啊跋即摆哪是你哪地方哪无人，即摆闲人跋，阮某诶钱。钱嘛，哈，诶，有头开个啦，各种开开，你爱你要去输赢。啊，人阮太太伊较早伊足辛苦，但伊足总也足勤俭，啊，嘛可以怨叹我。啊，我用看，咱下输的是等阿杜咱做事啊，哈，拢大家拢输的发啦。我从九十年开始，我十年看四本啊。啊，我了感觉真系未歹，我有感觉。基本都要让我下来，下个阿人扛稳下，两人搞不，每行拢有影，管管袂讲我家己拢有影呢。啊，哪样做，哪样做人看，是甲别人家己甲别人。我即摆读册嘛，爱注意咩，爱学注意咩，有当半字我袂晓，我注意起来呢。我后生买字典好啊，啊，我就查字典那个字下去，哎，下来。因为爸爸也不太会，不太懂得字啊，所以买本那个查。他都认一些字，那他平时都有在看书啊，那有些字都是不懂啊，所以有时候都会问，然后就说干脆买一本让他自己查好了，这样会比较记得比较清楚。开始拜的我敢是讲，阿爸我一本字听你啊，我好啊，阿姐做天姐我好啊，好我讲，哦，我很欢喜，我很欢喜坐进来啦。现在就是脾气很好了，就会克制，然后是有些时候会讲一些道理，说什么不应该发脾气之类的。我即摆读历史，即参悔文、参悔文，即我较较惊。较早有大故事的个因果义来，我操，唔是无影，较是有影的。我体会个，唔是无影。啊，唔好我讲，我参悔过去，较早。难看。入进藏啊，书四十五年的心愿啊，做恁大家共同来靠完成书的心愿啊。哇，我们看到林明信师兄啊，因为入金藏而转变了。本来识字不多的他，在读书会是这么的认真，所以啊，他明是非得大智慧。于是上人在开示当中也提到了，因为许多人入了金藏啊，深入这个悟达国师忏悔法门当中，而了悟了过去自己的无知，进而转变成亮丽的人生。接下来我们就恭敬聆听上人开示。入经藏今年八月，恁伫小巨蛋入金藏。那除了呢慈济人呐、啊、以外呢，还有霞窟济刚啊、丁丁啊，所有哈、哦、那以外呢，也有这个演义菩萨，恁哪能有去小巨蛋呐、啊？那咱安尼规段哈，这个经文呐、啊，有这演义菩萨呐、啊。演绎的菩萨吼，伊都是安尼，亲像把咱带入去经文呐、啊，活生生的带出来，将这个经文呢化成了，亲像迄个剧情，亲像五代国师，五千万年前的人啊，啊嘛活生生呢跳出来啊，是安怎样有最惨的故事开始？故事的内底呢，佫有真侪会当头讲警惕咱人人，看看讲吼，和另外迄、那个梦里六道那一段呐、啊，那看到吼，真正是啊，哦，这种善。都只咱听到林居士伫咧讲，伊较早抬猪吼，安尼个欠落去吼，花楼也未尽吼，都开始呢，要甲伊剥皮啊吼，都开始啊吼，啊都破肚流肠啊，骨头咧开始咧甲抽啊，吼，听到实在是血淋淋啊。不过呢，了解了后，赶紧跟忏悔，礼贤菩萨。哦、他是演梦里哈、哦，一位冤鬼哈，员外的夫人，员外是很善心的，这在布施，但是伊的太太呢，都是很铺张，她很爱吃哦，她都是爱
爱迄个口感、口感啦，啊，都是真贪食，这个肉吧，吼，这个鱼吧，等等，吼，啊，做一个生日都爱真铺张啊，都爱抬真多啊，所以呢，他就是在特别生日的这个进程啦，啊，已经安排好吼，要抬偌多的物件，那么迄暗啊困啦，这个灵魂脱体啦。开始梦游哈，安尼梦见哈，那很挣扎的迄个三恶道里面的动物，甲这个地狱的来地灵哈，这警惕了伊呢，真正的人生啊，为什么要这样的贪婪无知呢？所以入金藏啦、啊，这种的忏悔业障。所以不管是新业、旧业啦，咱爱真注意哈。那咱爱用虔诚的心，当作入经中，甚至咱爱搁在用感恩心嘛，感恩这年平平安安过去，我们要很感恩，还要用虔诚的心呢，要迎接着新的一年，希望新的一年呢是平安。吉祥福慧年哈，那都要看咱大家人呢，真正的要用虔诚的心来入金藏，虔诚的心来祈求天下无灾难呐、啊，啊，迎接呢来的是吉祥福慧平安年，安尼听有哈？好，啊，请大家人爱虔诚多用心啊。面对过去平安的一年，我们要心怀感恩；而面对未来，我们要心怀戒慎，用戒慎的心来做祈福。的确，今年因为法譬如水入金藏的带动，我们看到了许多像林明济师兄一样，因为入了金藏啊，转了过去的恶缘为善缘。像林明济师兄一样，以前这个刀山剑林啊，从事这个屠户的行业，现在都变成一亩亩的福田啊，勤耕耘这个人间菩萨的身影。于是我们看到了，我们人心是可以净化的，就如我们要送给泰国的净水器，可以化浊流为清流。而就像今年岁末祝福的标题一样，法譬如水涤心垢，菩萨广行无量意，唯有共聚这样的善业与福缘，才能够化世界的浊流为清流，而祈求天下无灾无难。今天的慈济新闻深度报道，感恩您的收看，我们下周见。Cheers.